我大概每年都会写一本书，用来更新一下自己的想法。当然，就是说我本身写的书不一定说是相当艰深，它其实是有点像科普的书，比特币的书。其实你现在在全台湾各地方的公众图书馆，你只要有账号，你就可以免费借来看。那你们看一次这个公众图书馆会给我几块钱？几块钱的租金呢？其实如果说就畅销书来讲，其实是不错。比如说你如果有一两万次的借阅，那你就会有几万块甚至十来万的收入。对于一个笔耕的人来说，他如果写出畅销书其实是不错。但是因为我的书不是什么畅销书，但是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刚开始写这个比特币的书的时候，事实上，我的书是买我书的人，我会给他比特币等值几百块台币的比特币。我买了一些比特币来准备要送给读者。我没有什么读者，所以我就留了不少比特币。后来比特币大概涨了二三十倍，但后来它消峰又跌下来，所以你知道我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其实会透过这个投影片来介绍比特币跟区块链相关的知识，这其实也是我之前做的一个演讲所准备的投影片。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投影片，讲的是我在韩国那边做的一些区块链的演讲的投影片的内容。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希望在这投影片里面能够达到的目标跟效果，第一个就是说我能够让你知道一些相关财务上面的知识，还有比特币的知识，然后要让你们知道什么是区块链，然后再知道什么是以太坊，然后再解释相关的应用。那我要再提一些关于金融科技跟区块链相关的应用，还有这个民粹主义跟区块链相关的应用。但是我的想法，不一希望定大是家这样。能够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多给我一些意见。你们的意见其实对我来讲，是我能够做这些事情真正的目的，跟它带来真正的价值。那我们这个是我在韩国演讲的时候所拍的影片。我会开始谈比特币。其实这个投影片也是我的书的摘要，就是把我一些书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资讯提供出来。比特币其实是一个叫中本聪的人，他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后来他就找了一些会写程式的人，但其实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他就是，但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在加州的人，或者是在美国的人，因为只有那边才有这种环境跟这种文化，就是说我可以跟你合作，但是我不必然一定要见过你。2009年呢，1万块的比特币，其实你是可以买一个披萨。那是史上第一个比特币的交易。到2017年呢，你可以买40间地堡。但是到今天，比特币现在才是1万美金嘛，大约1亿，也差不多是30亿台币。这个是银行，这是英格兰银行的一张相片。那我来解释一下关于钱的事情，因为你要谈比特币嘛，既然是它是一个币，那它一定会谈到关于钱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钱？我们常常提到，要赚钱啊，洗钱啊，然后花钱啊。但其实真正懂得钱的人，我觉得应该是两种人，一种是卖毒品的人，另外一个是金融从业人员，他们是真正懂得钱。我不是金融从业人员，所以我并不是很懂得钱。钱其实主要它是拿来做交易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其实在常常在一个教科书上面，我们会提到，就是说，钱其实要有几个功能。你要当做一个通货，要当做这个货币，它基本上有几个功能。第一个是它要拿来交易，它要能够交易；第二个是它要能够作为定价的工具；第三个是它要能够用来储存价值。比如说，你今天去便利商店买一个茶叶蛋，你可以掏钱出来，所以它有个交易的功能。另外就是，钱本身还可以用来做定价，一颗茶叶蛋是多少钱啊？然后你同样一笔钱，你可以买到同样的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你可以用钱去衡量标的物的价值。另外就是说，你努力了一辈子，你把钱存起来变成一个积蓄，所以你的钱其实是储存了你努一生工作的价值。那我在我的书上其实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右边的这个是一个
有史以来最早的钱，它其实是中国南宋的会址，它其实是一个像是一个汇票，他们以前有飞钱，汇票本身到底是不是钱？2009年的时候其实发生了，是金融海啸发生过的一年了。那我们其实在相关的一个钱的故事都会提到银行的破产啊挤兑。另外就是这边右边这个相片是我从经济学人上面截录下来的。他这两条腿绑面额1000块的瑞士法郎。他面额1000块的瑞士法郎一张大概就是台币34万块。是全世界价值最高的通货。那其实瑞士央行一直在思考要不要停止发行瑞士法郎，因为你如果去瑞士玩，你常常会看到一些咖啡厅门口会贴说本店禁止使用面额1000的瑞士法郎。那为什么他不会让你用面额1000的瑞士法郎？因为如果那张是一个伪钞的话，他就亏大了，所以他一些小店他不愿意冒那个风险。那你一定会问说，为什么瑞士人还是会提供1000块面额这么高值的货币在世界上流通呢？这其实我是觉得这就是瑞士人真正的智慧，他就是要发行这种通货让你拿去流通啊。他用的是最贵的面额，代表他在金融的战局里面他有他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个其实很多台湾人不能够理解这种事情。那中央银行的功能是什么？其实中央银行是负责发钱。最近我们其实在讨论这个脸书币 Libra 其实会有相当有趣的一个角色，大家对它还是相当持续的留意跟持续的，我认为它会有相当多有趣的故事出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它的结果是怎样。我们来提一下台湾货币的简史。台湾货币的简史事实上是1945年的时候日本离开台湾，然后那个时候台湾其实在之前我们用的是日元券。后来二次大战结束，国民党来台湾前面几年，他们派了来的人其实状况不太好，他们就是让台币通货膨胀的相当严重。后来岛上就产生经济大动荡，最后他们透过用4万块的旧台币去换1块的新台币来结束了那个经济的动荡。台湾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叫新台币。事实上新台币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了，因为大概也已经60-70年。那比特币是什么？比特币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你要说它是货币，事实上它本身具有，它也可以用来做交易，它也可以用来定价，它也可以储存价值，这三个功能都有。严格上来讲它确实是一个通货，但是它并不是法定的货币。那它中本聪事实上在它的小小的简短的文章里面，他提到就是说，中本聪说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的想法，就是他要成立一个完全没有信赖的基础能够发行的通货。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有点吊诡，什么叫做没有信赖的基础？事实上他还是有信赖的基础，只是他信赖的基础是建构在区块链上，去建构在市场跟透明上面。所以他其实在他文字上面也说 I hope they can make the distinction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know of that we are trying a non-trust based system。 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件事情。相片这张图片事实上是我从比特币的一本圣经里面提出来的，你如果对比特币有兴趣，这本书你一定要看。它其实你可以用 Kindle 看得到，你很像台湾也有翻译的样子。我来看一下台湾有没有翻译。台湾看起来是没有翻译，但是你在博客来其实可以买到一些大陆那边出的书。我要先提一下，就是说事实上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岛国，在整个人类的台湾从来没有成为中心过，所以大家不要一直怀疑说我们是不是要去中心化。台湾
台湾其实从来不是中心，你如果要变成中心，事实上也有点困难，因为你如果看黄仁宇的大历史，会发现，中国整个文化会发展，其实架构在一个中央的系统上，而原因是因为黄河的泛滥。那然后那边人比较多，资产比较多，他们的脑力也比较多，所以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台湾其实是有很多翻译的书比大陆翻译的来的多，因为他们那边限制比较多。但是后来台湾的翻译的书就现在还是不少了，但是相对上来讲，有一些书我认为台湾相当落后，比如说我是用繁体中文第一个写比特币的书，到今天都还是。那大陆反而是有很多比特币相关的书，但是其实他们提到的一些应用跟我提到有相当大的差别，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为难。那以区块链跟比特币来讲，你如果要看我刚才提的那边比特币的圣经的话，你可以考虑看 already 在简体的中文版，或者是东南出版社它也有出一个简体的 中文版。那这本书的第二版，我稍微把它的一些资料做了一下分析跟做讨论。事实上我理解比特币也是花了一点时间看他的书，他的书写的相当好，他能够很深入浅出的去跟你分析比特币的技术的内容，他本身是技术背景。那他的这张图其实提到的就是比特币的一个各个人之间的关系。什么叫各个人？就是你在比特币的交易上自然会有买家卖家使用钱包的人，然后你的人在这边做钱包的转账，转账之后事实上就会在一个区块链的空间上去做广播，广播说我有这笔转账，然后其中很多矿工都会收到你的讯息，其中有一个矿工他会成功的挖矿形成一个区块，矿工会拿到比特币当作是奖励，然后形成新的区块，就会把你的交易记录下来，之后再也不能做任何篡改，永远不能篡改，因为你会挂在一个很长很长的区块链上面。好，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比特币支付的案例。 Alice 他跟 Bob 买一杯咖啡180块台币，折合假设啦，比如说 0.01 块的比特币，但是现在 0.01 块的比特币最小的单位是一冲，比特币的支付方式是你用你的二维条码钱包，然后 Alice 就拿他自己的比特币钱包去扫 Bob 店的二维条码，然后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 APP 上面输入他要交易的这个金额，转过去 Bob 他就会在他自己的APP 上面看到有这笔钱转进来。那我们刚才提的事实上是钱包，那钱包代表的是什么？钱包其实是看起来像是一对乱码，然后24到35码的一个位置，它用来是彰显你的公钥跟私钥的性质，它是一个公钥，因为大家都看得到，但是不是你的钱包就是你的公钥，你的钱包其实是用来转出一个比特币位置的一个公钥，那你的公钥经过杂凑之后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个20 byte 160 bit 的一个公钥，再用 base58 check 去 encode 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比特币的位置。其实你比特币的位置事实上就是你手边的公钥。那你有一个公钥跟私钥能够配对，你的比特币钱包里面除了看得到的位置之外，你还会有你的私钥，而这个私钥你如果没有把它备份起来的话，你不见之后，你比特币的钱包里面的钱就永远都不见，你几乎是不可能去回复它。你用目前电脑的算力，据说要算一兆年才能够把你的密码给算出来，所以很多故事是相当经典，说有一个人他不见了比特币的密码之后，他就永远拿不回他的比特币，他去垃圾场去找他的硬碟，类似这些故事。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我们需要银行，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管钱，所以你去中心化其实不见得是，去中心化是值得讨论的事情，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中心化，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去中心化。那比特币事实上在区块链的架构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它有一个区块的每个区块都有一个号码，
而我们叫这个号码叫 block height， 就是它的高度。那它的深度就是你一个区块跟一个区块之间的距离。当你的区块越来越高的时候，你要破解的难度就越来越增加。要破解也好，要挖矿去拆这个数字也好，随着比特币的链它的区块越来越高，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那我们其实可以用到各个不同的这个比特币的探索器啊，去知道比特币目前网络上运行的状况。我们可以来试一个，你看，你从比特币的blockchain info， 你其实是随便看一个位置，你就可以知道你的钱包里面还有多少钱。我们点进去看看，这是一个比特币的 address， 就是一个钱包的地址。你看。做过多少次的交易，他做过三次的交易，他收到了这么多的钱，最后他其实里面还有 0.007 的比特币。你看这边有三笔交易，这是第一笔，好，然后这是第二笔，然后这个是第三笔。你现在可以看得到比特币它呈现出来的特质，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知道你的钱包里面有多少钱，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钱包是你的。这就是区块链的透明化。接下来我们看货币的变化。其实我们早期曾经开发出的数位货币基本上都还是架构在法币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货币像比特币一样完全不需要中央银行去发行。信用卡其实是最早的一个我们叫做塑胶货币。塑胶货币信用卡其实有很多特殊的结构，让它在21世纪初在全世界都产生了相当多的卡奴。这些卡奴不是只有在台湾，也包含日本其他的地方，美国都有。那时候其实台湾有70万人沦为卡奴。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信用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支付工具，但是它并不是货币。我们接下来要提 P2P 主从架构。在比特币这段话是我对比特币的描述啦，后来也出现在很多很多地方，因为有一些人会引用它。我认为比特币的这个 P2P 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账本，这个账本就是里面它就是一长串，然后有很多区块，每个区块里面都会记录有多少钱从哪一个位置转到哪一个位置，全世界的交易全部都在这个账本上，而这个账本透过 P2P， 有点 P2P 就是，就是分享的一个工具，同步分享，然后点对点分享的一个工具，它就像是竹笋，只有一只哦，竹笋这样长出来，而那个竹笋像是一个链，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主机，这么多的矿工，这么多的节点，每个节点都会有一条长长的区块链，而那条链里面记录了全世界所有的比特币的交易，这个就是比特币的世界。发行单位跟通货膨胀还有紧缩，我们在右边这边看到1946年匈牙利通货膨胀，然后这些纸全部都丢到地上，同一个时间事实上在台北也发生了，因为后来用4万块台币换一块的新台币，然后通货膨胀其实在比特币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因为比特币的空间里面会一直减少货币的发行，一直到发行完2100万比特币，比特币就再也不会再发行。我们来看一下密码学，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对密码学还有加密都产生误解。那我们先讲最简单的，比如说这是一个简单的凯撒密码的案例。凯撒其实他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战略家，凯撒密码他的概念很简单啊，比如说你说今天晚上要攻击 attack tonight， 那你把所有的 ABCD 呢全部都往后退三位，A 变成 D，B 变成 E，C 变成 F， 那你推完之后你会看到就是一串是乱嘛。那你只要知道这个规则，也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阿拉伯数字往前推三位就可以得到
来的资讯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那你就可以解除这个密码，这就是解密。那除了凯撒密码，凯撒密码其实会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常讲的就是说，凯撒密码事实上是你如果不把这个规则跟对方讲，对方永远不能够解决，能够解开你的密码。一般你把讯息跟密码一起带着，如果被拦截的时候，那你的密码也被拦截，也被破解。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当代常见的一个加密解密的方式。那后来其实比较普遍而且通行的方式，就是私钥跟公钥的一个加密跟解密的方式。那这个加密跟解密的方式是叫做 RSA 演算法，它记录这三个人事实上开发了这个加密跟解密的方式。比特币用的是椭圆曲线的加密解密法。那我在这边不做太多的说明，我讲一些其他在整个加密跟解密的过程我们所能够得到的类比。在日本人统治的地方都有印鉴证明，包含日本自己，他们有时候认印章不认人啊。那比如说你在台湾你要做不动产的交易，你需要拿一颗章到户政事务所去，你本人去要带着你的身份证，然后你盖的那颗章只有那颗章印鉴章可以拿来做不动产的交易，因为那颗章其实代表就是你，有时候你的人没有办法去的时候，你也可以透过那颗章授权别人去做。事实上它在行政上确实是相当便利，因为它解决了很多在那个时代不能够简单的授权去进行的事情。你只要把章做好印鉴的证明，然后你把你的章好好的保管好，原则上你就不太容易会被调包，或者是说你的房子不太容易被卖掉。那其实这个概念跟我们当代的电子签章雷同，所以我很喜欢提这个案例，就是说你今天拿你自己的印章去盖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印章其实就是你的私钥，你盖的这个文件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只要那个地方的人能够去跟户政事务所拿到你的印鉴证明，他比对这个章就是你印鉴的章，那他就可以去证明你的意思表示或者是你所签署承认的内容。我们在做公司要的加密解密概念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今天你对一个文件用你的私钥去加密，这个文件可以拿到别的地方，只要它能够透过公钥去比对，这确实是你的私钥所加密出来的文件，那就达到能够确认是你本身已经签署文件的内容跟效果。这就是公钥跟私钥合并使用的加密解密方式。那你要解密跟加密事实上需要用到公钥跟私钥，所以台湾其实在公私钥的建立上，我们有自然人凭证，我们的公私钥还有凭证中心的基础建制其实不会太差，但是我没有讲它很好，它并不会太差。那但是会，我觉得会有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你要常常去拿一个读卡机，这是一个相当麻烦的事情。在电子签章法的2001年，其实它里面有提到什么叫数位签章。数位签章就是将电子文件以数学演算法或其他方式为一定长度的数位资料，以签署人的私密金钥对它加密形成电子签章，并得以公开金钥加以验证。他讲的事情其实就是电子签章的核心概念。你今天其实不是在签这个文件，你今天是去确认，你今天是把它的 hash， 把它，我刚才讲到 hash， 你是。我们现在来谈一下什么叫做 hash。 hash 其实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翻译，比如说中国大陆他们是翻译成哈希，那在台湾翻译成杂臭。我们其实可以来找一下相关的内容， hash 是什么。 OK， 哈，杂臭表，哈希表，这个不是讲杂臭表，是看杂臭是什么。我们简单的讲说Hash 事实上就是你可以把任何一个文本在这个数位世界里面的文本或者是档案，你任何一个档案
你只要透过它，你可以取得一段看起来像是乱码的内容，而这段内容事实上它背后代表的就是它的哈希值。任何一个档案它 hash 出来的哈希值，如果那个档案完全一样，或者是那个文字完全一样，它出来的哈希值是不会有不同。这个档案如果你稍微动一点点，它的哈希值会完全不一样。你看章鱼姜它的哈希值是这样子，但是你把章鱼姜中间加了一个小逗号，它的哈希值就全部都变。所以我们也称哈希值是什么，就是它的数位指纹，就跟我们人一样，人不管高矮胖瘦，那个人他的指纹是不会变的，但是如果换了一个人，他的指纹就完全不一样。我们需要用一个哈希的值去确认两个文本是不是一样。所以你如果要确认，比如说我今天写了一个档案，不管它是一个 AutoCAD 的档，它是一个Adobe 的 PowerPoint、Photoshop 或者是 Word 的，或者是 Microsoft PowerPoint 的，你要给别人，那他问你说你给我的就是你本来要给的吗？那你要怎么确定他收到的就是你要给他的档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这个档案 hash 起来，你 hash 出来出现这段数位指纹，然后你把数位指纹送给他，他然后也跟他讲说你用什么方式去做 hash， 比如说你是用 SHA256 去得到他的 hash 的话，他用同样一个 SHA256 去得到这个档案的 hash 的值，他比对两个 hash 值如果是一样，就可以讲说你给他的档案是完全一样。这个在数位签章来讲是很核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事实上你没有在签那个文件，你是把这个文件的 hash 值给对方，对方拿到这 hash 值去比对这个文件确实是你给他的文件。那你有怎么做签章？你要签章的时候，事实上你是把这个 hash 值去加密，对方收到你的 hash 值把它解密，而他要用公钥去解它，而你要私钥去加密它。这就是整个数位签章里面在提的事情。我们不要提太多，我们先提一下比特币它的数位钱包，它的这个钱包的位置是怎么来的？它一开始是任意的给一个 key， 这个 key 经过 SHA256， 再经过另外一个编码叫做 RIP， 把它做一个用它的公钥去做 hash 出来之后，再去做 base58 check 的 encode 编码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Bitcoin 的address， 而这个 address 事实上是跟你的私钥又全部都是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你一开始事实上你透过公钥去 hash 它，然后你再用私钥去签章它，那别人就可以去确认说你是不是已经在这上面做了一个正确的数位签署，用你的私钥去做数位签署，确定是要把这笔钱从你的比特币钱包转到另外一个人的比特币钱包里面去。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交易系统，它的交易系统事实上就是，如果说我要把一个比特币从一个人的钱包转到下一个人的钱包，事实上Alice 他要把钱转到 Bob 那边，他事实上是在一个比特币的网络上公开发一个讯息说，我要把这么多的比特币给 Bob 的这一个钱包，然后他用自己钱包里面的私钥去加密这个讯息，然后就可以解开他能够动用自己，确认他自己可以动用钱包里面比特币的权限，然后他就可以在网络上公开传播这笔钱要能够私钥的人，然后就会出现在比特币的网络上开始进行扩散，扩散到累积一定的交易量，然后有一个矿工能够把这一些交易全部都形成一个新的区块，那就完成了。而这个交易的成果在区块链形成区块之后就没有办法再被更动，因为它每一个区块事实上都跟它的上一个区块产生连接。那你要更动这个区块，你就要更动上一个区块，要更动上一个区块，你要再更动上一个区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比特币的区块链的这个系统，它很难去篡改，然后它也相当稳定，因为它要更动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我们要提一下刑法、民法跟比特币，这个其实是我在那本书上面写的。
比特币也许是法定货，它是也许是货币，但是它不是法定货币。那台湾的刑法其实处罚的是伪造法币，所以你挖矿去造币，然后买卖比特币，其实在台湾并没有刑法的适用，也就是说它不会有犯刑法的问题。那比特币区块链跟其他的支付工具，我们其实在台湾的支付工具跟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支付工具，事实上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其实有信用卡，我们有支票。然后下面这张是美国的支票，退税支票。另外的话，支付宝、微信钱包，最近流行的 Line Pay 啊，各种第三方支付，事实上它也都跟比特币的支付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比特币的支付方式事实上是没有一个中心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钱包的存放，我其实比较建议的是你们可以用 JAXX 这个平台去做比特币的钱包，因为它同时也可以收纳很多其他的虚拟货币。在区块链的网络上，原则上就是存在着这几个角色的人。然后你会有一个钱包，然后有个全部的 blockchain，然后它也会有一个矿工 miner，然后会有节点。你有节点，就会有整个比特币的区块链挖矿。那钱包其实有的更单纯，你在手机上面的钱包事实上是不可能拥有整个比特币的区块链，它只是摘要的去记录最重要的讯息，同时跟比特币的链上去做资料的交换跟查询。那这个图其实也是从这个《Master Bitcoin》这本书里面摘录下来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各个不同的角色会有各个不同的内容，在一个区块链的节点上。它就是会出现比特币区块链的网络的整条链，而矿工它除了本身是节点之外，它也有整个区块链的整条链，然后它会进行挖矿的活动。一般你要挖矿，就是你要跑一个挖矿的程式，现在挖矿程式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你的钱包里面其实有什么？钱包里面事实上你就是有一个轻量化的一个SPV 的一个讯息，你不会有全部的链，你看它就没有蓝色的那个圈，它没有全部的链。然后mining node 就是挖矿节点，挖矿节点其实不必然要有整条链，它就是一直去确认交易就好。这就是整个比特币网络的运作方式。你看它有一个矿池，什么是矿池？就是集合了一堆矿工形成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很大的主机群。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比较重大的比特币事件呢。其实这个资料，到2018年的时候，比特币市上已经超过2万美金了。然后我其实在这边还有提到什么是硬分叉，什么是软分叉。分叉事实上就是链产生了另外一条，这是分叉。事实上有点像是这个新党是从国民党分出去一样。新党有没有整个国民党的链？它不必然需要有，但是它号称它有。我们其实在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到整个比特币网络的计划。它计划在2030年之后呢，它的供应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挖矿的难度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它产出2100万颗比特币之后，它就不会再新增任何的比特币。我们其实是在整个比特币的区块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一个区块叫做创世区块。创世区块的区块编号是零，然后每一个区块事实上都有一个 nonce，nonce 其实就是透过矿工去猜谜能够猜出来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可以让你的 hash，我们刚才提过了哈希哦，杂凑出来的值能够前面有很多很多的零。你想想看啊，我的高度是零的时候，区块编号是零的时候，我的哈希 hash 出来的杂凑出来的值，前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其实你到我们的区块是43万0353的这个区块的时候，它其实前面的零的数字就已经比我们刚才提到的上面的创世区块有的零的数字大概多了7个。所以它的难度是，128倍，也就是说你要去找到一个数字，这个 nonce 要能够找到这个数字，能够让
hash 出来的值前面有这么多的零，会很难。那你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它其实每过一段时间，它的难度会提高。它难度提高就是它把要求你要能够 hash 出来前面的零的数字去做增加，零的数字越多，它就越难去找到这个数字能够去破解，它越难找到这个数字能够去杂凑出来前面有这么多零的一个值。所以其实你常常看到他们在卖矿机的人就讲说，诶，我的算力是多少，我的哈希是多少，他其实在提的就是说他一秒钟能够做几次这种杂凑的计算，他能够做的杂凑的计算越多，他就越有机会在这个竞争血腥的竞技场里面快速的去把他的值，他这个 NOS 给找出来。 NOS 找出来之后，他就能够第一个能够形成这个区块，他是第一个形成区块的矿工，就可以第一个去拿到，第一个形成区块的矿工就可以拿到比特币，然后当作是矿工的奖励。我们现在其实在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卖比特币了，这其实现在比特币转账的成本越来越高。2016年的时候转一次的费用大概是3-5块，他到比特币一比特币折合20000美金的时候，转一次比特币的成本大概是台币上千元，所以跟着比特币的值去涨的时候，转比特币的成本就会变高。台湾其实有几个比较大的比特币的买卖的商家，他事实上是跟别的地方 去买比特币，然后再转卖给你，基本上他的概念是代购的概念。币托他可以把你的比特币转成台币，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台币转成比特币。那我们其实在提区块链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提它有的一些特质。它的特质事实上其实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基础，区块跟区块之间的连接，然后形成了长长的链，这些链在各个节点之间去做同步，所以事实上它并没有一个中心，它没有一个中央的主机去收留、去储存、去处理这个资料库，它是让各个节点都有自己完全一样的一条链，所以叫做去中心化。事实上就是每个人都是中心。那区块链结构，我们它分成区块头，然后还有交易的内容。其实你用相关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点进去看，你就可以去查到480324这个区块的内容。它区块内容它有个哈希值，然后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是什么，下一个区块的哈希值是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所以它篡改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看到，它其实就是靠这些广告在赚钱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转账费，这个区块形成的时间是2017年8月13号。它整个区块的它是从比特大陆那边 relay 过来，它形成这个区块，它得到了区的奖励是 12.5 块的比特币。哦，你看它里面记录了几笔交易，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哦，相当多。所以事实上它记录的是数百笔的交易，交易记录有输入跟输出，它可以去记录来钱包的来源的钱包跟去的钱包。我们其实在提比特币区块链的概念的时候，都会提到有去中心化的平台里面，我要怎么去解决共识的问题。广泛的被拿来讨论，就是拜占庭将军的困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怎么去用挖矿来进行奖励，然后形成一个很稳定的交易系统。中本聪其实他用的是 Adam Back 的 Hashcash 的方式。他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说，如果说我要发一封 email 给你，我的 email 后面要接一段文字，而这段文字是你要去算，算出来能够
然后能够把这个 email 跟着后面这段文字全部 hash 出来的值，前面有五个零。那你要知道，你 hash 出来的零的数字越多的话，是代表你越难去找后面这块数字。Edenbeck 他其实提到这个方式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如果说，哎，我张一江很重要，你要写 email 给我，你要先用你的电脑去算，算出一个数字套到你要给我的这个主址，然后跟我的 email 账号里面，然后 email 给我的时候，我去验证你的这一串文字，包含你的 email 信箱，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资讯，我能够 hash 出来前面有多少零，我就确认你确实是用你的电脑去跑了一段时间，去把这段特殊的密码解出来，然后才 email 给我，我就可以去确认说你确实是很有心要写 email 给我，而不是随便发一些垃圾邮件给我。这是他最早提出来要解决垃圾邮件的方式，但是后来我们从来都没有用这个方式。好，我们来提一下，其实现在挖矿的工作已经陆陆续续从比特币移到以太币，然后挖矿的工作事实上也因为虚拟货币的价格剧烈的波动，早期挖矿很多人有赚到一些钱，但是后来事实上你要能够保留住这些钱的难度，其实可能跟你要在最恰当的时机点去进出股票的难度是一样。所以很多挖矿的人事实上他们挖矿之后得到的比特币还是以太币也好，他们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得把这些币拿去卖掉。事实上他们卖掉拿到钱去付电费，剩下来的币他们如果留了，那有一段时间他因为后来涨很多，所以他赚很多钱，但是还有一段时间他留了之后后来跌很多，所以也许他根本连他设备的钱都还没有办法摊平，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挖矿。这是我2017年在韩国演讲的时候跟这些比特大陆的人去聊天，他们那段时间他们很疯狂，但是现在的时间是2019年将近年底，比特大陆事实上他们后来本来是要上市，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上市，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也产生一些变化，他们主要是卖矿机赚钱。现在要卖矿机不容易了，因为会买的人不多了，倒不是说卖矿机不容易，他们后来一直在往人工智慧去发展，但是他短时间也没有办法证明他人工智慧的发展产生了很确认的商业模式。相对上来讲，他早期投入比特币的时候，事实上你矿机真是供不应求，你要买矿机你还用期货来买约买，所以那段时间其实矿机跟这个哈希值跟算力基本上就像是一个大宗原物料一样，奇货可居。那我们其实今天要提的就是说，中国人在整个比特币跟虚拟货币的角色事实上是很特殊的。我在韩国演讲的时候，我去参观了他们的美术馆，他们美术馆其实有一段很特殊的一个展览，他在讲的是他们在中国人在整个比特币区块链的角色，有点像是元朝的时候的货币。这个是我在韩国演讲的时候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然后看到的一些从海底挖出来的文物。你现在如果用 Google 去搜寻什么叫新南古城传，你会找到很多提到元朝的时候那边有很多船沉在西南海域。西南海域事实上是在，它其实是在这一区，就在韩国跟中国这一带。讲的是说元朝的时候很多很多的船从中国开往朝鲜，那在他们到朝鲜的路途上可能碰到了一些台风，或者是说碰到了一些船难，所以他们的船就整个都沉到海里面去，沉到这个海域里面去，沉到黄海里面。那他们在黄海里面找到了这些沉船，事实上他们挖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古钱，挖到相当多的铜钱。中国所铸的铜钱不是只有在元朝中国的境内去通行，事实上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可以用来做通行的通货，就是货币，跟今天的美金可能很像。
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要知道，你要铸造钱币要有技术，然后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能源。为什么？你要烧这些矿啊，然后把它烧成这个铁枝，然后铸成铜板硬币。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中国用它强大的能源跟技术去铸出一颗一颗的铜钱，然后可以流通在世界，然后碰到海难，所以沉到海底，然后被挖出来变成一个文物。今天也一样，中国用他们低廉的电力，透过这些矿机铸出一颗一颗的比特币，在全世界流通。概念上几乎就是跟元朝的时候，这些船载着各种的器皿。事实上，那时候很多器皿事实上是这些陶器跟瓷器，陶器瓷器也一样，它需要大量的能源才能够被铸造出来。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在这世界上的角色，跟14世纪的时候元朝的时候，这些中国人铸出一颗一颗的钱币，然后被送到全世界各地去当通货，有不谋而合。那在区块链的平台上面，事实上是有相当多的选择，除了比特币之外，然后有以太坊。R3 其实一般就是银行业在跨境去支付用， IBM 有他们自己的 Hyperledger。 那以太坊事实上是目前最流通的，你在以太坊里面可以铸造你自己的硬。那 IoT 跟区块链事实上是我在韩国那边跟他们稍微聊了一下，发现其实他们用了很多区块链的概念在 IoT 上面。他们认为你既然人跟人钱包对钱包，那事实上是不是有可能房子对电厂，电厂对工厂，这些设备之间，这些设施之间，事实上也可以互相去做资源的移转，而且可以透过区块链去做相当清楚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其实房子在买卖，事实上透过区块链去做记录也相当好。但是不见得需要用的这么复杂，因为台湾，像以台湾来讲，台湾的地震的登记从日本时代一直到今天，它相对上是稳定的。你在一些比较不那么开发的国家，你今天去买房子，然后做了一个登记，可能第二天你再去地震事务所发现，哇，那房子已经变成别人了。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跟区块链的应用。比特币事实上是人类文明第一个成功的去中心化的加密虚拟货币，但是我想它不会是最后一个啦。陆陆续续你看到很多各种各式各样的币，那它也后来最近最流行是稳定币，也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资产去当做你的基础发行你的货币。其实现在大概最流行最热门在讨论的事情就是脸书本身的Libra， 它的脸书币事实上它本身也有一个一篮子的货币，它的概念有点像是 SDR， 就是国际的这个特殊货币提款权。也就是说你国跟国之间其实可以透过你先放一些钱进去，然后你变成这个会员之后，你就可以再用自己约定好的流通的数字去做移转。比特币的区块链跟挖矿奖励制度其实是最有趣的一块。在脸书的系统里面，脸书的脸书币 Libra 应该是不会有挖矿的奖励，它也并不需要有挖矿的奖励。那为什么会出现挖矿的奖励？就是说它需要跟我们刚才之前提到，它需要去发行货币，同时需要去奖励矿工，所以它设计的这个方式，然后又用我们的 Adam Break 的这种hash cash 的方式去进行解谜，然后去挖矿，然后去发行它在它世界里面，在这个区块链空间里面的通货。我们来提一下，在各个面向可以透过区块链去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透过区块链去发行法定货币。事实上，我们在美国来讲，你的 denomination 就是你的面值，你的美金的那张钞票的面值。你的面值如果是100块，台币大概就是3000块嘛。你大概一张支票是一张钞票，你需要的成本是14 cent， 14 cent 大概6块钱吧。
其实将近是，就是说这个演像也并不是那么一并并不是那么多、哦，但是你越往下看呢、啊，比如说一块钱 one dollar 的美金钞票，事实上它的成本就是5.5 cent。那你5.5 cent 事实上就已经占了你一块的成本，大概就是5%了。也就是说，你的通货发行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的贵一点。但是说你一块的钞票可以一直使用，即便说你这张钞票它的成本是5%，但是你流通越多次的话，每次的转手基本上你可以去思考说，它其实相当是一个转账费，它也不算是太贵。但是整体上来讲，你钞票用旧了，你就要收回来，然后再把它销毁，然后再印新的钞票，那也是一个成本。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用区块链的方式去发行法定货币，事实上，你可以同时把你的发行成本降低，而且你也可以达到很多好处，就是说你也不容易洗钱，那你也可以追踪你钱的来源跟去向。第二个其实就是可以做汇兑跟结算了，当然就是说这个区块链跟虚拟货币也是用来洗钱的好工具。另外当然也可以用来做支付，就是第三方支付。捐款的用途很多，因为2010年的时候危机解密开始接受比特币的捐款，那时候是比特币完全都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年代。电子支票其实也是可以用区块链的空间跟架构去进行，但是电子支票其实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说，支票的目的就是你见票即付。那你如果没有一个虚拟的、没有一个实际的纸本的东西，你要怎么在这个电子空间里面去做见票即付，其实是很困难。那其实我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有去申请电子支票来用，但是后来这个就没有人再用电子支票。电子支票事实上是一个灾难。资产交易就是你会产生很多的交易所，你可以去交易各种的虚拟货币。它也可以用来做期货跟选择权，还有这个 CDS， 就是 Contract Default Swap 的一些应用。但是这个我好像在目前在整个金融界，我没有看到类似的商品。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说你区块链事实上也是可以用来做保险的。很多人都提到区块链可以用来做保险，但事实上区块链在目前你用来做保险能够自动去清偿跟给付，我认为它也不见得那么实用。它还是需要一个中心化的系统，保险公司要赔，还是要去看一些东西。如果说他赔人家钱完全不用看东西的话，事实上保险公司等于是失去了很多权利，所以我不认为他在保险上面会有太多的应用。那在医疗上啦，然后还有群众募资啊，事实上都有可行性，但是我不是认为他有那么通行。我的书上写了很多相关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来追踪什么？追踪剩余土石方，追踪这些医疗废弃物，它可以用来做生产履历，这些都可以做，区块链都可以去进行。但是你现在要去思考，就是说，真的什么事情都要去中心化吗？去中心化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真的没有中心化的平台就是比较好的平台吗？那没有中心化的系统，这些自主性的系统，到底是谁要去运行这个非中心化的系统、去中心化的系统？没有中心，群龙无首，事情也不能做啦，所以也不一定会是容易的事情。最后我们大概提一下它在政治上的应用。我认为区块链倒是很适合用来做公投，但是我们在前一阵子看到英国的脱欧，我们发现它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也不见得这个也许还要再确认才可以。那在政府相关的服务，我们可以透过区块链去做发票跟相关的营业税、不动产登记的应用。我们刚才有提过一些不动产的登记啊，但是它也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政府愿不愿意把这权柄放出去？把这权柄放出去，最后的结果如果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到最后还是那个执政者要去负责，所以他也不见得会愿意做这件事情。最后，我要来提比特币区块链的挑战。他其实碰到的问题，在后续这几年，我们陆陆续续都看到了，就是说他交易的次数太频率太低，然后他是一个通货紧缩的一个货币，你如果没有办法持续的去供应，就有一点像是美元，他后来脱离了布列顿森林协议一样。最早的布列顿森林协议提到的就是一盎司的黄金去兑换35块的美金，但是后来在越战一直打，然后
美国的美金开始这个很多人就拿着美金去换黄金，因为战争的时候黄金变得很值钱，所以美国人发现他的黄金陆陆续续都被人家拿美金来换。另外是因为他也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坚持布列顿森林协议，因为他让他的黄金的储备大失血，所以尼克森他就宣布说，好，那我要放弃布列顿森林协议，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不再让美金跟黄金固定的一盎司兑35美金，开始自由的去浮动。那已经过了几十年，到今天我们发现事实上它其实产生的影响就是让美元变得更强大而已，但是它也让美国变成全世界大家都变成它的债主。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结构，最后你会发现货币为什么会有人去使用它，不在于它到底有什么担保，而在于它的国力是不是强大，然后是不是能够让你对它产生信赖。OK， 我在后面这边再谈一些关于你可以去继续往下去看一些相关的资讯了。你可以去看这个Gas 啊 Parity 啊，还有一些相关以太坊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资讯。那台湾有个 MyCoin 跟BitTorrent币托跟 MyCoin， 事实上他们都是可以在上面做相关的虚拟货币的交易，你可以跟他们买比特币买以太币。挖矿我就比较不确定挖矿是不是能够在台湾有点利基啊，因为台湾事实上电力并没有很便宜。那你也可以考虑去做金融的监理沙盒，提出你相关的区块链的应用，因为前一阵子 FinTech 相当热门的就是区块链。那你也可以去思考 ICO。在2019年10月台湾会发行让虚拟货币变成一个新的筹资的管道。那我右边放的这个相片事实上是在以太坊上面很流行的一个养猫咪的一个服务，你可以用以太币去买猫，然后可以在平台上面再把你的猫给卖掉，这些猫事实上都是运行在以太坊的区块链上面。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是我事实上去买那个猫，事实上也没有买成功。那你可以在我的噗噗跟 Google 图书去看到我的书是比特币区块链大未来了。但是你如果对纸本的书有兴趣的话，你需要纸本的书你也可以再跟我联络。我还是建议你去看 Master Bitcoin 这本书，你可以用这个连结去连到这个投影片的内容，你随时可以回来看这投影片。它其实里面的资料相当多。那我认为我对于区块链跟比特币的了解真的是相当肤浅了，我大概只有对商业模式才算是有一点点比较特殊的看法跟洞见。当然随时也欢迎你们提出相关的资讯，然后给我相关的挑战跟建议啊，会是挑战吗？也欢迎你们订阅我的频道，随时都可以得到最新的通知。那我们会在其他的影片里面再去介绍相关的内容跟资讯。